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把这个《妙法莲华经》轮贯做个圆满。上次呢已经介绍到24页，那么也就是呢它一品一品的大纲啊内容呢介绍过了，那只剩下最后一品，就是普贤劝发品28品。所以24页第三行这边，复次普贤更请正说，劝发自行，更请流通，劝发化他。啊，那我们上礼拜呢有说呢，这个可以看后面的这个28品。你看这个787页，787页这边啊。这个普贤菩萨来到了娑婆世界灵鹫山里面，然后呢头面礼啊，就是很恭敬的啊，这个五体投地礼释迦牟尼佛，然后又绕七匝，然后接着呢787中间这三行的经文，波佛言：世尊，我于宝威德上王佛国遥闻此娑婆世界说法华经，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菩萨众共来听受，唯愿世尊当为说之。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灭后，云何能得是法华经？就是后面这两句话，唯愿世尊当为说之，然后呢如来灭后怎么样能够得法华经。那么倒数第四行的注解呢，就说当为说之啊，就是更请正说跟流通啊，正说跟流通。然后云何能得是经，就是得正说流通之妙解，你了解了你才能够流通，才能够说法华经，流通法华经啊。所以他说呢，请正说就是劝发自行，请流通就是劝发化他，自行化他。那为什么都用个劝发呢？就是普贤菩萨不是不懂啊，他早就懂了啊，只不过呢再请释迦牟尼佛再说一次，让这些菩萨，让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学习得到，然后能够把它流通出去。所以他最后才会说，都完全是普贤菩萨想要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法光流无极，念法无以之极施，他就是很喜欢这个法门，希望这个法门不断的不断的都能够流通出去，所以再请释迦牟尼佛讲一遍重点，然后呢让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能够流通。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回答普贤菩萨这样的请法，就787的最后一行啊，就佛告普贤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就能够得法华经，得法华经也就能够呢流通法华经。哪四法呢？就788页。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持众得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必得四经。所以第三行788的第三行，普贤菩萨呢啊，既然请正说跟请流通，所以佛呢也要回答普贤菩萨这两方面。那可是呢用这四句，为佛护念啊，为诸佛护念，持众得本，入正定聚，发救众生心，通通都可以双答正说跟流通。所以他才会说呢，以四法而双答之。那下面呢就分开解释啊，答正说就是开权显实，然后呢答流通呢就是呢倒数第四行。
啊，788倒数第四行，啊，达流通呢就是为三为四，三呢就是呢红金三鬼，着如来衣，坐如来坐，入如来室。四呢就是四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四愿安乐行。哦，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开权显实怎么样跟这四句话合在一起解释，然后呢把三红金三鬼跟四个安乐行跟这四句话啊合在一起解释。啊，所以这个788到789就在讲这些东西。啊，就在解释这个。啊，那么因此呢你看到上礼拜的讲义。啊，这个第二页啊，没有，第一页而已啊，第一页而已，第一页的中间啊就开始解释24页的第五行何者啊，说那请看后面的788，那我们是刚刚就先看过了，然后接下来的话那一另外那一栏啊，你看这边写四法双达啊，那么也就是呢达正说啊，刚刚我们看了说，哎，达正说这四句话就跟开权显实无二无别啊，那这个是开权显实是机门啊，本门的话是开机显本啊，哦，然后所以如果开机显实的机门你了解了，从本开示误入才有机中的开示误入，所以你机门的开权显实了解了啊，可以配合开示误入，那你也就了解本门的这个开近显远这样的开示误入，所以那时候开机就是显本啊，本机无二无别，达流通者流通之要为三为四，这是我们刚刚啊有念过的啊，所以这四句话就是可以同时回答两边，第一个回答开权显实，第二个回答呢开机显本，这样子。好，回到24页的课本啊，你看这个24页的课本这边的第四行啊，把这四句话念完之后啊，他说呢双达正说即流通大智，他应该少一个说字了啊，否则呢这个双达正即流通大智，正是什么啊，照后面来说他要加一个说，达正说达流通，所以这边应该少一个说字啊，那下面才开始解释怎么说呢啊，所以底下呢他就是把后面788 789的注解则要重点的就写到这边来，其实也蛮长的，并没有说很短的文字，不过呢他已经挑重点讲了哦，就没有像后面那么长。好，那么第一个呢先解释诸佛护念啊，为什么你要得法华经你要能够得诸佛护念呢，就是你要能够了解佛说法的本意，就是要体会到自己的真如本性跟佛无二无别，可是你怎么样能够去体会到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呢，那当然要断恶修善，然后呢要修行啊，哦，所以你看他这边讲的佛虽 无偏都很平等的大慈悲啊，哦，都希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呢我们自己众生这边呢要愿恶从善，愿就是离开啊，远离这些恶，然后呢要跟着善法，然后要反迷还正啊，哦，从迷惑颠倒回到正知正见，才能够呢开权之见显佛之见，开权显实。所以他用前面用两句话做代表，愿恶从善，反迷还正啊，一个呢是从有为法有为的善法断恶修善去说，一个从无漏无分别智去说，你迷惑颠倒
就是不了解诸法的真实相。那政治正见，你必须要了解一切法啊，都是呢缘起性空，都是呢中道第一谛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才有可能呢有下面那两句的结果：开权之见，显佛之见，就是开权显实，悟入佛之之见，开示悟入。那你能够呢悟入佛之之见，开权显实之后，则称可胜心。称可就是呢，称就是相应，可的话呢就得到应可，得到佛的认可。也就是你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佛教学的目标，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你真的能够悟入佛之之见了，佛才认定说对了，你这样学对了，才能够跟佛的本意相应。那你跟佛的本意相应，才能够得到诸佛护念。所以他第一句话解释诸佛护念啊，就是呢写这么多。但是重点还在哪里？要能够开权显实。然后呢，若佛之见开，则般若照明，是执众得本。这个从字面上你就很难看得懂，为什么开佛之见以后，就般若照明叫做执众得本？所以你看到上礼拜讲义那边，你看他把这一个诸佛护念对着三德呢，是对着法身德，然后呢执众得本入正定聚是对着般若德，发救一切众生心是对着解脱德。那如果配合开示悟入四句话，就刚好顺序这样下来，诸佛护念对着开佛之见，执众得本对着四佛之见，入正定聚对着入佛之见，发救众生心对着悟佛之见，这个没话说，反正刚好四句有排列的次序，开示悟入是这样说啊，这个还可以直接理解啊，只是详细的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配？实际上呢，我也说不清。啊，我总觉得他硬是把它并进来了。啊，但是如果你配合三德来说呢，还说得通，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悟入佛之之见，就是悟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悟到法身德，那当然就可以得到诸佛的护念。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性都跟佛的心性完全相应啊。那既然心性相应，当然就得到佛的护念啊。哦，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哎，可是课本这边只是说你要能够悟入佛这之见，你前面要有那两句话：愿恶从善，反迷还正。是你要做这样的功夫，你才有可能悟入佛之之见啊，然后呢，证得自己的真如法身这样子。那你能够悟入佛之之见，证法身，你当然就能够得到诸佛护念。可是第二句的话呢，执众得本，他说佛之见开啊，般若照明，这话 OK， 这样就好懂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开悟了，你就有智慧了。可是这样有智慧了，为什么叫做执众得本呢？哦，你把执众得本配合般若德，是因为你已经知见开了，开悟了，所以有般若智慧哦，所以呢，可以叫做执众得本。哎，这个逻辑就比较难懂，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就是对于这个的话呢，我就找半天了哈，找到一些可以相关做连结的地方。《法华经》据解。其实他在解释的是《妙庄严王本誓品》那边，哦，他也那边也有一句“执众得本”，然后呢，他没有很多文字去描述，但是呢，他说什么是众得之本？
你要种植这些功德本，菩萨怎么样去种植这些种德的根本呢？第一，你要发大菩提心，你要发四弘誓愿，你要修六度，这三句话，大菩提心、四弘誓愿、六度，是诸菩萨值得之本。这个我们比较能够体会，种德嘛，很多功德，然后你要去种下这些功德本，当然第一个你要发心，你要发愿，然后你要去修六度。可是跟这个般若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只好再找《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41卷，就是600卷的《大般若》里面的541卷。刚好有这句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你要成就所有的功德的根本是你要有般若波罗蜜，因为你有般若波罗蜜才能够灭，能灭无量恶不善法。你有般若波罗蜜，随所在处能够令诸有情身心苦恼皆悉除灭，人非人等不能危害。经文这样子一解释，说得通。你要自利利他，自利这边呢是帮助自己灭无量恶法不善法，利他这边的话能够令诸有情身心苦恼都能够除灭。你就是要有般若波罗蜜，有般若你才有可能成就这些功德。所以后面他就结语，如来所得一切自智基于无量无边功德，皆由般若波罗蜜大神咒王之所引显，威德深广，无量无边。所以众功德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根本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因此课本这边才会写佛之见开，你心开就是等于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开悟了，有般若你才有一切功德的根本。一切功德根本。好，回来课本。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了解，为什么突然就突然出现这两句话，佛之见开般若照明是持众德本。可是你看看，如果说你这样叫做呢，开佛之见，对不对？可是你看那四句那个表里面，他开佛之见是对着诸佛护念呐、所以呢，如果你开佛之见是诸佛护念，执众德本是第二句般若照明，是佛之见。所以这样才比较抓到了他这四句话互相配合的地方。那第三句入正定句那么你看课本这边的第六行他说呢，佛之见开般若照明是执众德本，亦是入正定句。以为说同样都是之见开般若照明，同样也是入正定句哦。其实他的注解是在下面，当你知见开了，有般若了，你才能够呢入正定句。为什么呢？你才能够不乱不昧不取不舍，这才叫做入正定句啊。所以这些文言文我们要自己能够自己解释，否则照字面上看来以为就自见开般若照明是执众德本，也是入正定句，然后以为不乱不昧不取不除不舍是发救生救众生心，想说那发救生心跟那个不乱不昧不取不舍有什么关系？后来想通了，入正定句就是不乱不昧不取不舍。那么你有这样子的真实的智慧，也有这样子的定的功夫，有定有慧，然后刚刚又解释说，那你的功德本除了刚刚用般若波罗蜜来说，也要有菩提心，要有四弘誓愿，那就可以结合这个发救众生心。
哦，这样才比较能够把它搭配起来，哦，然后最后他结语说：“当知这四句跟开权显实名字不一样，体是一样，啊，名义体同，无二无别。那下面的话呢，就是刚刚说了，啊，就这四句的顺序，就配合开示悟入佛之见。哦，不过你注意看哦。”顺序是三根是颠倒，发救众生心是悟佛之见，入正定句是入佛之见。可是那四句的顺序，发救众生心是在第四句哦，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刚好相反呢？因为入正定句的入，跟这个入佛之见的入。是同样都是入，所以我是有一点感觉是硬搭配上去，这开示误入，因为我找注解找不到有人对这样的四句的对应有所注解，啊、哦，所以我在猜他们大概也是想不出来，只有智者大师自己知道。对不起啊，哦，我们初学了，所以没有办法呢，解释得很详细啊，只好靠注解啊，注解没有找不到，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只是觉得他蛮勉强的，你要么你就开示悟入，这样刚好这样的顺序就刚好配合下来，为什么悟跟入就刚好颠倒？那只能够说呢，入正定句的入。刚好跟悟入佛之境的入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他只好这样子，刚好三根四的倒过来。哦，好，那么接着呢，啊，要讲机门之要。你看他接着讲了，机门之要，此事收矣。啊，哦，就是说，哎，机门里面的开卷显实，你就用这四句话做总结了，全部包括在这里面了。那讲完机门之后，接着讲本门。又机则有本，你会有机门，当然你就要有本门。为什么？你要从根本才能够有现象，从本体界才会有现象界。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从体起用，有体才有用，所以机门的用现象必须要有一个体的本门。所以有机门就一定有本门，有相用就一定有体，它有这样的逻辑在。所以机则有本，从本的开示误入，才有机中的开示误入。所以机门当中有开示误入，所以本门当中也一定有开示误入。哦，所以他才会说呢。从本门的开示误入，才有机中的开示误入。现在呢，开机就是显本。这个开跟显的意思就是，你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然后呢，大家就很了解、很清楚的，就完全体会到了。这个就是全实本机，通通都用开显。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没讲《法华经》之前，这些弟子，尤其这些阿罗汉的弟子，原来都不太了解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本意。可是讲完《妙法莲华经》之后，这些阿罗汉弟子才知道说：“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从一开始，从头到尾，他的教学的本意就是要我们悟入佛之之见，就是要我们走成佛之道。”即使先让我们断见思或证涅槃，也是不得已的，让我们先就如同化成玉品，先在那个化成呢，啊，先休息一下，最终还是要带领我们到就近的目的地成佛。哦，所以讲完《法华经》之后，这些阿罗汉弟子才了解，哦，原来如此，所以这样叫做开机显本。开权显实，对，这是机门里面的开权显实。然后到了16品这边呢，释迦牟尼佛又说，其实我不是现在才成佛，我早就成佛了。
所以实际上你们这些弟子跟我释迦牟尼佛的关系，也不是只有这一生才是师生关系。其实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早就已经是师生关系了。哦，所以就把这个过去的那个本，就给他开显出来。否则你们今天碰到我啊，碰到释迦牟尼佛，我不可能呢就一下子就能够啊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哦哦，原来如此，所以开基显本啊，开权显实，他这边就是要讲这个开基即显本，本基无二无别。哦，所以以四法达其请证，就在这里。结束了，不管是基门也好，本门也好，都是这个意思，都可以搭配开示悟入。即使是那四句话啊，这一个诸佛护念执众得本入正定聚发救一切众生心，也可以套到开示悟入佛子之间，不管在基门也好，本门也好。啊，这是答正说啊，不过他这么写答请正了哈。不过你刚刚说呢，第四行最后一句双答正，那你要么就是请正，要么就是正说，啊，他这边就有写啊，以四法答其请正，哦，那这样的话就完整。你要么请正，要么就是呢答其正说，哦，好，那么这个是回答请正说，然后再来以四法答请流通，流通之方。要流通法华经，原则呢就是弘经三轨跟四安乐行，为三为四，就是这三轨跟四安乐行，啊，那这时候呢，这个要怎么配，就一样看回这个表，啊，你看喽，这个诸佛护念跟入正定聚这两个属于着如来仪。然后执众得本是作如来作，这句话比较好了解。执众得本刚刚强调的是般若，所以般若就可以配合如来作，一切法空作，哦，然后呢这个发救一切众生心可以是入如来事，这个也好了解。如来事呢就是 一切慈悲心事，哦，这个你一定要记得，这弘经三轨，啊，如来一是柔和忍辱一，如来做是一切法空作，如来事是大慈悲心，所以发救一切众生心就合乎大慈悲心的如来事。执众得本刚刚解释的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所以呢可以配合一切法空作的如来作。现在比较难的就是呢。诸佛护念入正定聚符合 如来一柔和忍入一，照说柔和忍入一直接的了解，那就是要入定入正定聚，啊，有禅定你才能够柔和忍入，哎，所以入正定聚配合如来一 OK。 诸佛护念为什么配合如来一？哦，所以这就不好理解，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今天的。第一页的第二段。啊，那第一段呢我们待会把课本的这边解释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解释，哦，这个是法华经授所的解释，那所以呢我们先看课本的解释。啊，所以呢今天的讲义第一页的第二段，入正定聚佛所护念两个都配合如来一。其实法华文句记里面有解释，虽然解释的很简短，但是呢起码把重点给点出来了，啊，他这边呢是在解释呢普贤劝发品前文是一等三接通两句，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啊，这个如来一如来作如来事都通两句来解释，各有能所。现在呢，今从一边以
法空作为般若，所以那个持众德本是般若德，配合如来做没问题。然后下面就是这两句，所护那个衣服所包护的所盖护的是法身，能包护的是解脱。哦，所以那个如来衣啊所包护的是法身，所以配合诸佛护念也是如来衣，就是这一句为关键，为关键。哦，所以他这边有能护所护，也就是说前面解释如来衣啊，能护的是解脱德，所包护的是法身德，所以把法身德配合到这边呢，就是诸佛护念。所以为什么他是配合着如来衣？那入正定句，此中正定何在法身德中？啊，这我又被他搞乱了。入正定句，他不是配如来衣吗？哦，所以他变成说，如果是呢，这个入正定句，照说你要有相当的那种功夫，你才能够入正定句。可是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呢，就硬是把入正定句呢，就放在法身德，所以也变成是如来衣所包覆的。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一定要对照那个表，否则除非你记住了啊，你那个表已经记住了。你看那个入正定句，它是属于着如来衣，诸佛护念也是着如来衣，可是往上对，诸佛护念是法身德，没有问题，所以如来衣所包护的是法身德，是配合诸佛护念。可是入正定不是啊，入正定是属于般若德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是如来衣呢？因此《法华文句记》这边才会说，啊，这个地方这样的解释呢，就必须呢要把入正定句放在法身德里面呢，所以它才变成是着如来衣。所以我就会又被他们搞混了啊，都是你自己在解释，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前后不太一致了啊。是我总感觉怪怪的这样子后，大概我们也没有学得很深入了，我们只能够这样说啊。总之找到了关键的文字解释啦，为什么入正定句也是属于着如来衣，因为他把它算在法身德里面。那前面的开前选时里面呢，他把入正定句放在般若里面，所以他后面写的前对开显中，集合正定入般若中。所以这里面有一句两句得名，你讲一边讲两边都可以。所以他一开头不就写了啊，前面解释这三个如来一如来作如来皆通两句各有人所，所以这边也可以一样，可以分一句可以分两句这样子。哦，这大概也只有湛然大师才能够恰当的帮我们解释了。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湛然大师的文句记，也真的不晓得智者大师这边是怎么配的了。哦，啊，大概是这样，起码找到了关键的解释文字了。哦，总之呢，就是呢，佛在普贤劝发品里面这四句配合到流通里面，就可以配合呢红金三轨跟四安乐行啊，那因此呢，四安乐行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回到24页的课本啊，倒数第六行啊，刚刚说了，入正定句佛所护念是着如来衣，持众德本是作如来座啊。以上呢，这个就是弘宣之要。你要弘扬法华经，宣讲法华经的要点，哦，
集四而三，也就是说这样的四句可以配合那红金三鬼，这样的四句就是前面的红金三鬼，叫做集四而三。下面就配合四安乐行，发救众生心，是呢四愿安乐行。哎，这个比较容易体会，你发菩提心就是发四弘四愿啊，四愿安乐行。入正定句是意安乐行，你要 入正定句，当然你的意要能够安住啊。然后执众德本是口安乐行，诸佛护念是身安乐行啊。这个大概呢文字上这样推一下都可以说得通，所以呢不需要多加解释。也就是说 你的身要合乎安乐行，你的行为，身的行为要合乎身安乐行，你才能够得到诸佛护念啊。这个很容易从字面上逻辑推了出来了哈。所以当知后世即前世，后世就是这普贤宣发品这四句，前世就是四安乐行。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说佛这样的回答，用这四句回答，酬其良情，请正说，请流通。所以用这四句话贯照一经啊，可以涵盖整个法华经修持的重点都在这里头了。法华之重言，也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请释迦牟尼佛再说一次法华经，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用这四句话就把它涵盖掉了，涵盖完全的哦，那岂不是巧且妙哉哦。但是还好我们是智者大师帮我们做解释，如果我们是在现场，大概我们也没 不够资格在现场。如果在现场一定一愣一愣的，普贤菩萨请佛再讲一遍，怎么佛就用这四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这样。我如果是后来才到的，我根本都没听到哦，那当然我们就凡夫了。人家那个都是菩萨摩诃萨，跟着普贤菩萨来的都是菩萨摩诃萨，所以呢这四句话呢就能够知道啊佛要讲的是什么哦。所以呢为什么今天默学要再引用那个法华经授受，请看今天的讲义第一页一开头，这个就是呢法华经授受哦，它比较不完全遵照智者大师的文句的解释，是从一般的教理去解释这四句话，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体会。所以可见法华经授受它跳脱智者大师文句记的那种解释，他自己加以解释，所以呢一定要先把课本的那边先解释完再来看补充资料，大家才不会混淆哦。所以至于你比较喜欢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哪一边，你自己做选择。我没有说呢这个文具记那边解释错，是我们不太容易体会不太来，不能够体会的来了哦。法华经授受这边比较体会的来，你看哈，什么叫诸佛护念？重点就是后面这一句，发菩提心。你有发菩提心啊，就能够证得法身，就能够得到佛所护念。所以呢，他前面先说明了一下，末世之人去佛济缘，安能得其护念呢？怎么能够得到佛的护念呢？因为普贤菩萨是问说，如来灭后善男子善女人怎么样能够得法华经呢？然后佛就回答，你要诸佛护念。因此授受是说啊，末法啊，离佛那么远，怎么能够得到佛的护念呢？所以之所以能够得到佛的护念，就是因为你有发菩提心啊，你有发菩提心，你的真如法身就真的开始启动了，所以就可以得到佛的护念。所以他后面解释，法身是无人本有心性，即见是心。你能够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时刻照管，那个就是等同是诸佛护念。哎，这样子直接就把我们凡夫的法身心性跟佛那边的法身心性就做一个连结。本身我们能够见自心时刻照管，
我们自己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心性，就等同是得到佛的护念。然修此行，须以大慈悲为事，若欲与慈欲众生乐，以悲拔众生苦，为见证法身者能耳。所以这个发菩提心跟刚好可以跟那个如来世啊，入如来世相结合，所以他这边以大慈悲为事，拔苦与乐啊，你想要真正与众生乐，拔众生苦，那你就是要见证法身才能做得到。所以要得诸佛护念，你就是自己要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一定就得到诸佛护念。然后执众得本啊，他就说呢，无人记得法身，己即是佛，何须更执得本也？有需要这样吗？啊，他说，纵然执得本，那又以什么为得本呢？啊，他先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啊，就回答：行人虽得法身，不执得本，如同有地不种。你是有地了，结果你上天没有种植，则为无用之秋。所以你虽然发现你有这样的真如理性，理性本来具足，理性具啊，以理性具，果不广修六度，必缺庄严，亦不得报化圆满，度身亦有限矣。是故见法身后，更需培植万恨，且色行既深，魔障之广，必当以柔和忍辱衣为执得执之本。所以他把诸佛护念配合入如来世大慈悲心事，然后把执众得本配合六度，六度呢配合柔和忍辱衣，是执众得本。所以他的配合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表啊是不太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哦。哦，不过他这样子解释，感觉哎蛮有道理的。啊，你要能够，你为什么一定要执众得本？你不是光是只有明心见性而已，你明心见性之后，你要广修六度，要能够广度众生。可是你要放在行为上面、法门上面、行门上面的话，色行既深，魔障之广，你会有障碍。所以你要培养你的忍辱，培养你的禅定，才有功德本。所以这时候魔业无能为碍，不会障碍你。所以用融合忍辱一配合持众德本。第三，入正定具，既培六度，禅定在中，有禅定啦，干嘛还要入正定具？还有一个定呢？他就回答你。不是六度外另有个正定，但修德本当中，于忍入苟不达诸法空作，则忍难持久。所以呢，得见得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作以为正定。他是把如来作配合入正定去，这时候忍而无忍，这些六度完全能够积聚保持很久，有一定的功德在。所以他把入正定去配合一切法工作，那就众生心那没问题了，定聚法空你都有了啊，有禅定，有智慧，法空的智慧，则己自己跟众生都是空。那你还要发心救众生吗？他又提出一个这样问题，他下面就回答：约性而观，从性德来说呢，本性来说，当然自他都本来是空；约相而言，其实众生无尽。所以不发救度众生心，那你就是只有懈怠，因为你觉得一切都空啊。啊，你证到空性之后，你就呆呆的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吗？那不就懈怠了吗？所以呢，不发救度众生心，懈怠为越
为业愿愿力不充，果海怎么能够圆满呢？怎么能够圆满成佛呢？更何况人家等觉菩萨都还要发心救众生呢？那你刚刚才明心见性的菩萨，你怎么会不发救众生心呢？经云，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世众广说是经也。你看，连佛都要为菩萨世众来说法，不懈怠了。所以因之具前三法，你具有前面三个，使能发最后这个发救生心，发最后这个救众生心，使能圆满的成就前面那三行。所以他从一般的基本教理，然后结合那红金三轨来讲这四句话，我觉得逻辑上蛮通的了，而且我们可以想，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哎，这样有道理。所以他说，末世行人欲得此经，须行此四法，就如同呢木竹相知，就是我们要去走到目的地，你眼睛方向要看得对，路要看得对，然后你脚一定要走，你不能说看对了，结果都没有行动。哦，所以他就用这个譬喻，眼睛方向目标看对，脚呢要实际去走，两个都不能缺，缺一不可。所以后面才会说，成就四法，必得法华经。所以我当初在研究这个后面普贤劝发品的时候，发现这一段哇太棒哦，这我们比较能够体会的来啊、哦。那文具记太深了，我们那些逻辑一下子想不是想得很起来哦，勉强可以稍微把它连贯起来这样而已啦。哦，好，以上到这边就是法华经。的二十八品到这边就解释圆满，所以你看课本这个24页的最后两行这边啊，24页最后两行总共有四行。原先我以为说这四行就是偶益大师自己写完轮观之后自己的心得报告跟回向文，结果发现，抱歉，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第一页这个所愿等文，这个原来是法华文具记湛然大师写的，我们偶益大师只是抄后面那一段哦。你看所愿等文就是呢，所愿依据瞻神，这个法华文具记湛然大师的文具记哈，于就是湛然大师他自己写的，审供揣见自觉多禅啊，破以众缘强互输出，他们。大师在写文章都很客气啊，我实在没有能力写这篇文，写这一个注解啦。不过呢，众缘和合哈，逼得我不得不一定要写注解啦，是这样。啊，无你卖写，我慢慢读较济。阿弥陀佛，众有力破啊，有力有破，未速缘胜。就是为了要树立呢原教的这些教法啊，使同志者开佛之见啊，终无偏党而顺意度，就不会偏到一边去，然后呢就自己想象自己去解释法华经的经文哦，才能够真正的开佛之见啊，不会解经解错了啊，完全是照自己想的啊。所以记诸览者希望呢看到这个书的人悉见于尘，能够明白我的诚心，我写这本书的目的都是要让大家能够开佛之见，能够完全了解啊，而且了解智者大师他解释的本意这样子哦。然后底下就是回向了，一句染神闲之彼岸，思维修习永用周行。所以呢，这边我的标点符号呢，就用现在的标点符号。它都是两句两句两句啊，所以一句染神闲之彼岸，思维修习永用周行，随喜见闻恒为主办，若取若舍金耳成缘，或顺或违终因失脱啊，愿
谢托之日，一报正报，常宣妙经，一刹一尘，无非利物。唯愿诸佛明熏加披，一切菩萨密戒威灵，在在未说，皆为劝请。凡有说处，亲诚供养，一句一记增进菩提，一色一相永无退转。哦，所以呢，这个文章非常的美啊，哦，然后意思也非常的好啊，然后呢，文字还蛮多的，啊，所以呢，大概呢需要解释的呢，在补充资料里面呢有写到，哦，第一句啦，一句染神，啊，染神是什么意思？啊，你接触到了，跟你的心神呐，啊，接触到了，希望呢你接触到了啊。你心里面能够接受了，都能够帮助你能够到彼岸涅槃。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第二页，啊，沾神，对不起，我念错了，不是染神啊，这课本用沾神啊，那么可是呢，湛然大师呢是用染神啊，他呢给人家改了一个字哈，那么偶一大师在《临风中论》里面呢有一段文呢也有类似这样的用词，如来一切经典法华称王，啊，经中之王就法华经，行人一切供养血书为罪，啊，古代很重视呢你自己用自己的血啊去写经，啊，这样等于就是呢法供养，等于有用你的正报内财去做法供养，哦，所以后来呢有印刷术之后呢就 有把那某一位我忘记哪一位大师，哦，他用写书写普贤行愿品，后来就有印刷术，哦，就把他的红色的那个写书呢就印成印成流通的经典，就等同呢把他的精神再扩充出去，那也很好，哦，所以《临风中论》就是偶一大师的作品，哦，盖五十八教自法华而理无不尽，机无不收，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法华经的任何一句啊，能够跟你沾上边，所以你看后面我有查汉语大词典，沾呢有受益，有沾光的意思，另外一个呢有熏陶，有感化的意思，所以如果照湛然大师的本文是染神，他比较是跟第一个意思啊，受益沾光的意思比较直接，但是也等同呢有第二个意思，有熏陶，有感化，也就是说法华经的任何一句如果能够感化到你，你觉得哇这一句特别好，你就特别记得住，哦，那这样的话呢都能够帮助你成佛的彼岸。所以临风中论这边呢他就说，法华经如果一句沾神，一言作种，帮你种下了成佛的种子，必至成佛啊，这个字念审，审全经功德乎，何况的意思，哦，也就是说你读法华经可能你只有记得一句两句，觉得那一句蛮好的，都已经能够帮你种下成佛的种子，更何况你对整部法华经有相当的这样子的一个受持读诵啊，全经的功德你都能够认同接受，那更能够真正帮助你成佛，哦，所以看回课本也好，看回湛然大师的文字也好，哦，就是呢不过看参考讲义好了，今天发的参考讲义好了，因为他那个有这个标点符号比较清楚哈，哦。好，一句染神，贤知彼岸，思维修习，永用周行。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是只有接触到一句一记而已，你读了法华经之后，你还愿意思维修习，所以前面的一句可以说只是文。后面这一句的话是有思有修，文只能够帮助你啊往涅槃彼岸，可是如果呢你有思有修，
就好比呢，是你真的就已经搭船在过河了。所以这四句刚好搭配一组，哦，所以闻思修这样子。然后随喜见闻，恒为主伴，啊，若取若舍，今而成缘，或顺或违，中因思脱，也可以是中因解脱，也可以哈。不过思呢，就是因为这样而得解脱，啊，所以这里面呢，它后面这两句，若取若舍，或顺或违，不管你一直在受持读诵，或者是没有，只要今耳成缘，你只要读过听过，都成就了一个缘起，成佛的缘起。你同意不同意，认同不认同法华经，啊，都会因为有法华经的因缘，你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后面这四句是比较直接，然后呢，前面呢跟这个也有关系，啊，也就是说你碰到法华经，随喜见闻，你见到听闻到，你能够生随喜，啊，将来呢，你都能够跟着啊，弘扬法华经的法师，或者是跟着佛，变成是佛弟子，也会因此，你也可能将来你会因此而成佛。哦，所以这个随喜见闻，就是你对法华经的见闻当中能够起随喜心的话，要么就是你成佛，要么你就是会跟着会讲法华经的佛在一起。所以都跟后面的取舍为顺有关系，哦，好了，那既然能够因为法华经而得解脱，他就发愿希望解脱之日，整个依报正报，那你所在的佛土跟了佛常宣妙法莲华经，然后呢，你真的了解法华经 的宗旨，里面的任何的正报依报，一层一刹，一刹一层，通通都可以利益众生，啊，无非利物，唯愿诸佛明熏加披，啊，既然我有这样子的心愿，希望佛呢暗中加披，菩萨密界威临，意思就是说呢，得到菩萨的护念，菩萨的加持，能够呢，如果我在读诵背诵法经的时候忘记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请佛菩萨加持我，让我能够体会能够了解。所以在在为说皆为劝请，也就是说有佛土有佛在的地方还没有说法经，我们就去劝请佛要说法经，凡是已经有佛在说法经的地方，亲诚供养，希望一句一句法华经的任何一句一句都能够增进菩提，帮助众生能够呢往成佛这条路上能够不断的增进步，一色一香接触到的这一些啊，都能够让你在菩提道上面不退转，啊，这个是湛然大师写完书之后的一些回向发愿呐，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回向发愿结束了。那么这时候请看回课本25页的第三行，啊，这个是偶益大师自己的文章了，《妙法莲华经轮观后续》，其实就是一种跋文了，啊，我们后来习惯来说后面写的序呢其实就叫跋文，啊，不过呢为什么它还叫做序呢？因为他还没有解释经文，他的注解还在后面，如果真的要算拔，必须要整部注解写完了，你写在最后书的最后才比较合乎拔的意思，他还是写在最前面呢，哦，所以呢他只能够说我轮观写完了，我再写一些啊文一些说明，所以为什么用个后续啊，哦，好，那么后续呢？你看哦，他这边写到：昔李青莲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遂为歌笔，知其不可胜也。我们文学程度太差。李青莲是什么人？
他登黄鹤楼啊，看到崔颢题诗是题什么诗，所以他就不敢写了，因为写的再厉害也赢不过崔颢所写的诗。哦，赶快去查呀查呀，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哦，所以呢，那那文学程度太差了哈。那偶一大师庆菜下的那个哎呀下，原来哈、哦、李清莲的是叫做李白，李白你得罢了哦啊啊，他字啊号啊，对不对？字号以前的人都这样啊哦，所以呢，我也学人家，你看我本家姓谢，我姓阮，但是我亲生家里姓谢，然后呢，我曾经被一个看命算命的哈、哦，帮我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翼龙。我这另外你们在网络上面看过有一个谢翼龙，怎么那个照片怎么都是我呢？我就是用我本家的谢，然后呢配合那个人帮我取的名字谢翼龙，黑马瓜。所以李白、李清莲都可以，然后那些字啊、号啊都有啊，名字啊，他们名跟字不一样，还有号这样子。以前他是字号名这样哈、哦。好，那么崔颢是唐朝人，所以你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哈、哦。他的号有的地方有三点水，有的地方没有三点水。原来他写的就是《黄鹤楼》这个诗。哦，那这个有印象的，国中还是高中读过了。啊，唐诗三百首里面一点五位了，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你会发现文字不难，不会咬文嚼字。哦，那个李白写诗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如果是杜甫写诗吼、哦，他一定要拿那些很美的字，然后硬是把它斗在一起。逗的呢，没有学问的人看不懂。李白的话呢，一般懂中文的，一看就懂。可是那个意境就写出来了。他说：“这里为什么叫做黄鹤楼？”他透过这四句就告诉你，为什么这里叫做黄鹤楼？因为过去有一个人成仙以后，从这里骑黄鹤就登仙。所以从此这一个楼才会被叫做黄鹤楼，啊，我是忘记哪一个仙人了，呵呵，哦，我是没懒得再去查了。总之呢，这边的话呢，就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就是那个仙人。所以人去楼空啊，空余黄鹤楼，然后呢，黄鹤跟那个仙人呢，就到仙界去了。所以你现在上了黄鹤楼，你只能够看到呢一片的白云啊，不是一片嘛，白云悠悠在那边飘飘飘啊，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子啊，登楼呢啊这样子，哎，意境很像仙境这样子，等于他这边就描述你登上黄鹤楼，就感觉好像是一种仙境。所以崔颢看到这个啊，就说哎。写不出比他更好的了。那崔颢这个人啊，再稍微看一下这个查出来资料啊，所以呢，在字典里面查出来的崔颢是没有三点水的。他是河南人啊，唐玄宗的时候，开元年间啊，有考试有中榜进士啊，有第就是有中登榜，然后。他的名位是进士，然后开元后期呢也做过这个政府官员啊，河东军牧，天宝年间呢还做越高太仆寺寺卿啊等等这一些啊，他可是呢其实也没有很高的，没有进入到那个中央政府比较高的那些哈、哦，不过也算 OK 了哈、哦。他最有名的呢是七律诗，七律就是七个字。哦、然后呢是黄鹤楼 这一篇传说，李白诗人太白，你看字太白，号清莲、哦、读了黄鹤楼诗之后呢，大为佩服，说是呢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以我已经没话说了，写得太好了，我已经没话说了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是在《唐诗纪事》里面，然后《宋言语》啊的这里面也说呢，唐人的七言律诗，当以吹号的黄鹤楼为第一。哦，那是大家都赞叹，所以看回课本，这样你就比较懂了。李白到了黄鹤楼，看到崔颢题这个诗，他就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哦，所以为什么呢？他知道再怎么写都赢不了崔颢的这个诗啊。那以此类推，智者大师亲证《法华三昧》，才讲出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光宅上破，瑜伽可知，这就不懂了。先了解，正认识一下光宅是谁，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光宅的年代比智者大师早，他是魏晋南北朝的南朝，啊，他是江苏宜兴人，七岁出家，法号法云，啊，跟这一个申敏，这个是应该念敏吧，智障被誉为梁代三大师，住持光宅寺，江苏的光宅寺，所以呢就被称为光宅法师，就因为他的住持是在光宅寺。那么善说法华经，所写的法华经译记又叫做译书，被简称为光宅书。好，所以了解了，哦，原来呢他是在智者大师在前面一点的善讲法华经的法师，也著了一本法华经译书，所以呢智者大师在后面。所以你看课本这边的文字，我原先以为说呢智者大师写了法华经玄义文句，光宅法师竟然还有可以破智者大师的啊，那瑜伽可知啊，这我就看不懂了。所以你看我上礼拜的讲义，我光宅上破，我打个问号，怎么可能呢？啊，只能够说光宅书跟法华经玄义文句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呢，我后来呢，啊，请看今天的讲义第一页的最后一行，我后来想通了，我读错文字了。光宅是在前面，你看他。往生的时候才529，智者大师是538才出生，所以怎么可能前面的人破后面的人呢？哦，所以应该要解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玄义文句尚且能够否定光宅书的注解，因为智者大师亲证法华三昧，所以法华经的注解要以智者大师的注解为标准本。即使前面光宅法师他善说法华经，也有注解法华经，智者大师的玄义文句都还破光宅书，更何况瑜伽其他的法华经的注解。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看课本的第五行就很清楚了，光宅上破，瑜伽可知。光宅书智者大师都不同意他的说法了，更何况其他的。然后智者大师之后的人纷纷再出手眼，啊，还敢写法华经的注解，只能够说他没有像李太白这样子的学识了，有自知之明了。人家李白有自知之明，黄鹤楼诗写得那么好，他虽然很会写诗的李白，他也不敢再写了。所以智者大师的注解已经这么好了，啊，前面的光宅书他都 不同意了，后面的人还需要再写法华经的注解吗？首演，啊，请看今天的讲义，首演就是呢才是伎俩，后人就不应该呢，啊，还要展现你的才是伎俩，你会赢过智者大师吗？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既然这样，偶遇大师要写，为什么要写这个？那我干嘛要写法华经轮贯法华经学那个会议呢？他就是要替自己解释了。哦，所以我怎么写我都不可能赢过智者大师的玄义文句啊。哦，可是为什么我还要写呢？
他下面就解释了，啊，看回课本第五行哦的最后两句，于记述佛顶玄文，佛顶玄文就是大佛顶所楞严经的玄义跟文句，啊，他写完玄义文句之后，诸友贤其他的这些道友啊，贤请再解法华。他说你对楞严经注解写得太好了，请你再替法经做个注解啦。兼以此意辞之，所以藕益大师说不行啦，此意就是刚刚讲的，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啦，我们要像李太白这样子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再写了啦，哦，不过呢是因演妙点于紫云，哦，就是有人家请他去紫云寺，但是紫云寺就不确定是哪里了，因为到处都有紫云寺，哦，他在紫云寺讲法华经，刚好呢有一个达济法友，这个法友他的法名叫做达济，达济是一个人名，哦，是藕益大师的法友，都指梵文，哦，一刚开始呢我看不懂什么叫都指梵文，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哦，都当然就是监督啦，观察查看纠正啦，啊，所以呢我们叫督导，督导我要纠正的，如果有看到不对的地方我要跟人家纠正的叫督导，啊，那子，啊，原来就重点在这个子，古代的印刷的雕版，因为雕版都是用子木为最好的版，所以称之为子，就是呢 印刷的那种雕版，所以泛称制版印刷用这个纸做代表，所以呢这个达济这个人在那边做监督，要去做印刷，而且是梵文的经典，刚好这件事情，哦，然后呢再看回课本，欲粗略全经大旨，粗略啊，请看参考讲义，就是摘取摘引整部法经的大概的宗旨，啊，以便初学，啊，便初学法经的人大概呢就可以懂，所以呢藕益大师呢就好顺这个机会进一玄义文句，不是楞严经哦，是指智者大师的法经玄义文句，截取大纲名为轮贯，果然他真的是截取大纲，哦，所以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原文的来源，哦，数己染指而知全顶之谓云耳，希望能够呢染指而知全顶，就是说你没规定都吃，哦，你大概呢用手指头呢就这样沾一下尝一下味道，嗯，也知道说哇好吃不好吃这样子，哦，所以呢就希望说，哎，你看到这些重点就能够知道整部法经，啊啊，能够知道掌握到整部法经的味道这样子，哦，若以抄录旧文为效于何感词，啊，也就是说如果明眼人说，啊，你抄人的而已，你也不自己的意思，啊，我跟他说没关系让你骂，没关系我就是这样而已，没不对呵呵，哦，我真的只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轮贯，哦，让大家多少了解一下《法华经》的重点而已啦，阿弥，哦，好了，那这样因此要交代一下《法华经》的玄义文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哦。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一下了，哦，玄义也好，文句也好，一般来说都是十卷，但是呢，有后来的版本呢，会有变成二十卷，或者是变成三十卷的也有，哦，不过比较多的就是二十卷了，就等于呢再让它弄得少一点，每一卷每一卷的内容不要那么厚，哦，所以有那个十卷二十卷的。那智者大师说灌顶，张安灌顶智者大师的弟子做记录的，不是智者大师亲手笔去写的，是智者大师说，然后呢灌顶记下来，哦，那么法华玄义法华经玄义妙法莲华经玄义都一样，
都说在大正藏三十三册啊，是透过《法华经》的五重玄义。他这边写说呢，详加解释《法华经》的经题，不是经题而已，是五重玄义的第一个解释经题，实际上是整个五重玄义。哦，而且呢，是从他这一本《法华经玄义》立下天台中解释经典，都要遵照这个规则五重玄义。哦，然后把整部经的宗旨就写在这里头。章纲贯顶，笔录成书。哦，可是呢，智者大师讲《法华经》有两次，第一次呢是在西元五六七年，哦，在金陵瓦官寺；第二次呢到了隋朝了，哦，也就是说这时候比较统一全国了，啊，在西元五九三年。你看前后差了快将近三十年呢，二十几年呢，所以第二次当然越成熟啊，讲得更精彩啊。在荆州玉泉寺，所以你看现行的法华玄义是第二次讲说的记录，讲说的记录。哦，然后呢之后呢，玄义的注解四千是比较后面的湛然大师所写的，你看764年，差了270年左右，哦，才出现玄义四千。那法华文句，那就是呢经文的解释啊，主要的经文的解释啊。然后什么时候讲的呢？你看陈后主真明元年，西元587，所以你看对照前面的玄义呢是593，可是第一次是567，所以可见呢是在567跟593中间讲了这个文句。好，文句是在两次的玄义的中间讲文句，在金陵光宅寺。你看光宅寺，刚刚讲的光宅书，过去的住持就是那一个那个光，法云法师，哦，然后呢就解释经文的字句，一样都是藏根灌顶大师记录成书。那文句记呢，啊，他这边呢你看有30卷的，有10卷、20卷的，是湛然大师啊，成于唐大历九年，啊，十年，西元774到775，哦，那么后来呢，我们所谓的天台三大部，就是《法华玄义四千》《法华文句记》跟呢《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所以他说呢，《法华文句记》《玄义四千》。止观就是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是天台中的基本典籍，号称天台三大部。哦，然后呢这个法华文句只不过是略为分科，湛然大师的文句记就会分得比较细，还有呢智者大师解释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逐一加以解释。哦，他举例说明呢，啊，这过去的原教跟现在原教的差别，修德性德的三因佛性等等的。所以呢真正人家研究天台宗的思想还是要依据湛然大师的这三大部，因为这里面已经有把三论宗、华严宗的思想啊，还有法相宗的思想也放进来一起讨论了，所以才能够真正了解天台宗跟其他宗派不同的思想的关系 的不一样的地方。哦，啊，再者啊，最后这一句话，湛然大师呢把法华经的逐雷品不能够呢硬是把它摆到最后面去，哦，还是要摆在他现在我们所懂的这个22品还是23品啊，逐雷品22品要放在这里，哦，不可以呢摆到后面去，所以他历次不允许人家硬是要把逐雷品放到后面去，哦。那另外呢这个请看上礼拜的补充详义，这边要交代一下这个轮贯写的时间，哦，也就是说第二页，上礼拜讲义第二页最后一段，根据呢临风中论，哦，
这个他刚说了，藕益大师他刚说了，他在讲这个《楞严经》的玄义文句，那个时候是他几岁呢？41岁。藕益大师41岁住温林的时候，写这个《大佛顶玄义文句》。温林是在哪里？《楞严经》有一个温林借还那个温林在哪？福建泉州，古时候叫做温林。福建泉州，我特别去查了，所以这藕益大师曾经住在这个福建泉州这边，注解《楞严经》玄义，是他41岁。那41岁是西元多少呢？1639年。1639年，其实藕益大师住在温林有2次，比较年轻的时候是33岁，那个时候呢，他在那边讲戒律，出家戒律，还有呢，读占察三个月包经，第一次读到占察三个月包经是33岁住温林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个下面林峰中路这边42岁住漳州。漳州也是福建的啊，《金刚经》破空论，藕益三诵斋经科注。44岁住湖州，我就不知道是哪里了。大圣止观释要，46岁住临风注解42章经、一教经、八道人觉经。47岁住石城，开始写周易禅解那一年的秋天住祖堂，经过2年呢，开始写唯识的东西，象中八要啦，乃至弥陀要解。弥陀要解，藕益大师49岁时候写的。你看，47岁月2年嘛，49岁写的。51岁来了，再回到临风写《法华会议》。所以41岁是1639年，啊不，41岁1639年，51岁呢，那当然就是1649年了。1649年，所以，你看他这个，在我们课本27页这边，刚好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关系，你就看参考讲义就好。我只是告诉你，我这一段呢是抄27页的，他说呢，我刚好呢住在温林，写轮观，所以轮观就是在温林那个时候写的。41岁的时候，他写《楞严经》玄义文句，同时也就写《法华经》轮观。那他写《法华经》轮观目的在哪里？想要引诱、诱导天下学人，希望能够大家都来好好研究天台三大部。可是经过了十几年，他发现他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回响。愿意研究天台教理三大部的寥寥无几，是这样，所以他不得不呢再来写《法华经会议》，是安呢，所以你看那个27页我们算27页算一下，1234567，第七行最后一句话。这是万不得已的苦心呐！我在住在温林的时候写轮观呐，欲盖欲佑天下之学人，无不救心于三大部。可是呢，屈指算来十几年了，大概11年了，舌闭耳聋，诚不能劝得2人3人正式教官。为什么？理由都给人讲，哎呦，三大部太大部了啦，好烦而心望洋之叹呐。真正啊！你来一看这三大部卖讲三大部，打一部就好。摩诃止观、普贤传公诀，你就得断了，完全有字天书所以倘不稍事劫掠那么《法华玄义4000》《法华文句记》，妙乐就是《法华文句记》这种《法华玄义4000》《法华文句记》，诸缘顿法。敢使其中志高阁乎？
诉诸高阁。所以墨学要学习《法华经》，要讲《法华经》，我哪里敢去用《法华玄义》《四经》《法华文句记》？刚好有偶义大师的会议，这刚好恰当恰当，不多也不少，说少也不少，说多也没有像《法华文句记》那么复杂啊。而且呢，我们刚开始采用一品一品一品的感觉，好像很快的就圆满一品啊，比较有成就感。哦，用整部经哦，讲几年趟天，爱讲两三年，还讲会了啊。是刚开始的，跟最后的学生弄不赶快，那可能他存两个师姐。所以一刚开始，我根本不敢整部法华经这样讲，就先挑重点啊，原因在这边啊。那终于呢，我们把整个呢这样子一品一品呢、啊，包括轮观呢、啊。啊，都圆满了，啊！你说那你参考讲义好一点，那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啊，啊，这个是轮贯自拔，在藏经里面的用词有一点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刚好就这样把它做个交代了，啊，等于呢一品一品来读法华经呢读完了，所以下礼拜开始呢。我们的讲题就给他很明显的叫他写《妙法莲华经会议》，不再分品，然后就从27页开始，啊，从27页的序文开始这样读。你说为什么要读那个序文？大概知道一下偶义大师，认识一下。哦，他虽然呢这个晚年的时候哦常常在生病，但是呢也很赞叹他生的病很重，还能够。继续写文章还非常值得读啊！我们如果生病像他那么重的话，大概呢就是只能够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干哦。人家还能够写书，还写得这么有水准。好，今天呢就圆满了。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